我们的课程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请大家端身正义，让我们以至诚恭敬的心，向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礼成，大家请坐。孔老夫子在《论语》当中告诉我们：“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刚刚大家一起向孔老夫子的行教徒行礼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大会背景的这幅画，好看不好看？大家知道是谁画的吗？是我们的姜老师。我们有请姜老师和我们分享孔门孝悌观，掌声有请。这个黄会长啊、这个还有各地方，还在两岸还有各地方专程来的参加这个讲座，各位善知识以及各位嘉宾大家好。这个促成这一次可以说也是人生大事因缘，佛大事因缘叫人人成佛，孔子大事因缘叫人人做圣做强，所以学人非常浅薄，是个老画匠，因为这个黄伯林兄他慈悲，他误会我什么，我是画家，他以为我很会讲话，其实最笨知道吗？因为我经常跟人说君子动口，小人动口动手，因为我是动手的不动口，我跟老和尚也经常讲嘛，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哦。所以今天只是说来各位见见面结结缘，我到国内经常大家听了我来，大家说哇，他说我知道姜义子老师、哦、我都知道，你们在界定里面看到我的，因为在大陆做受人家注意大概就是那我画了地狱变相图，所以能从上面认识我。所以今天来这谈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现在觉得很感伤的一件事情，就谈笑。所以笑在以往中国，我们中国人对笑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出来强调，这特别谈到笑，大概是一个圣人孔子，他不请自说而对一个孝子，他的学生也是后期的学生一曾子所讲的这部孝经。那我从小生了，可以说我经常是比喻自己从炮火里头生出来的，三十七年，1937中日战争卢沟桥事变开始，我是第二年生下来的，一直就在烽烟炮火之中长大。接下来颠沛流离，国共内战，但是不管环境怎么样，孝字在我们家庭始终是一个传统，不单我们的家庭，各行各业那时候都是传统的，没听说哪个人不孝，哪个人在跟父亲母亲跟或者跟长辈讲应一声重话大声的话，父母他不会吗？不会回话，他闭着口不讲话，儿子跪下来，爸爸妈妈我错了，我不能跟你应你的话，而且应得很不得体，这是很不孝。所以孝在中国传统以来就是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爱谈的孝，因为我到台湾之后，我住的军眷区，军眷区很多老人从各省都有，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大会也各地方来都有，可是大家不像各位一样的今天可以我们坐飞机来的，他们都是逃难回城兵荒马乱来的，来这边有时候在没有那么多工作，住了也是非常简陋。但是我那时候住的军眷区，有军眷区看那些伯伯叔叔们是非常困苦的，在这边养家活口。我记得我们的附近有一位也是军眷区的老士官，他辛辛苦苦的养猪，去到处去捡野菜，为了养家。有一天把孩子一直栽培到大学毕业，到国外去留学，结果在国外认识个华侨，结了婚回来，因为两代就有代沟，我们经常说孝没有代沟的，代沟是不爱品，孝它是智慧，是以具身而来的，不是知识，不是学来的。所以他儿子跟他他媳妇跟他儿子讲，我跟你爸爸有代沟，讲不通，没知识。
结果他爸看了儿媳妇讲话，就问他到底什么事，因为语言又不通。他媳妇讲一句闽南话，说靠北啊，就应他父亲。他父亲不知道靠北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下班的时候，他儿子也回来，就问他，他说什么叫靠北啊？但是他说爸，你什么话不学，学怎么会学这一句话呢？他说我问你，好、哦，我很好奇。他后来就靠北，这只是一种对人态度不好的一句硬话。他说谁讲的？他是你夫人讲的。他爸爸就很客气说夫人讲的。儿子跪下来哭了，他说我没有知识，我是文盲，可是我能够养个孩子读博士，留美博士回来。你们将来对孩子该怎么样教育？教育他媳妇也跪下来。这爱是这就是这么样的，传统教育不是从学起来，就是从身体力行而做来的。所以一直到我们这一世纪来，中华民族整个文化受到基因改造，已经失去原来的营养。所以去年年底我到香港，叫老和尚说好思念我，我到那里给住两三天。像国内也来了一些他的学生，老和尚慈悲，他说今天把这个场子丢给江老师，你来讲讲好不好。所以我也因为也是打鸭子上架，我也没准备，我只跟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年轻朋友讲，中国我没有国家观念，我也没有政治色彩，但是我这一生非常浓厚的民主思想，民主自尊要有。你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5000多年来的传统不是都一天到晚当乞丐的，现在我觉得很遗憾，我因为60多年来画家没有别的优点，画家观察东西很敏锐，跟诗人一样的啊、哦，诗人多愁善感，观察之后他有很多诗章，他画画很多就把它列为他的作品。我说我发觉中国五谷杂粮满仓满谷的摆在那里，发臭发朽，我们这哪一个纸盘向洋人低头哈腰的要两片面包回来，竟然跟我们家人说没出息，你们，我问谁没出息？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民主观念，要有出息。我们的文化很非常风貌，而是我们让它欢呼作会，现在自己都不懂得自己。文化，记得我20年前我办一次展览，因为每年一逢到我母亲或者我父亲忌日，我看大家今天穿的背心慎重追远，
慎终追远，明德后义，这是真是他老人家讲的。我每年到父母忌日，我必然要画一幅，或者画五官银，画佛像，或者画教师图。但是我那一年画了一张春堂思亲图，画一个春树下面，这个鲜花，一个孩子跪在那里沉思。哎，我记得那一年看的观众很多，有一位，有两三位洋人也来看。他应该是神父，我看是神父，他的穿着，他神父就走过来，他问他江先生，你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说画的题目大概是什么意思？我怀是我的母亲。他你妈妈过世多久了？我在我12岁，我离开妈妈到了台湾，再也看不到。你说多久？我很难跟你讲。哎呦，他说他现在还是，他中国人对孝这个字，我们西方没有的。这个孝，它意义是什么？我跟他说，孝在中国人就好像你们西方人对待上帝无为的奉献，我们孝也对上跟我们父母也是无为献之。他那你们中国人不敬天吗？我说中国人敬天，我们祖先就敬天，我们这个孝是从天地而来的，不是一种人家论述，不是发明出来的。他后来听了，有这么伟大。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重视我们中国的文化，却来跟我们西方，这从我们西方，我说现在就是说受你们基因改造之后，我们人不是中国人了。他很感念，他说我希望江先生你能够把你作品以后换成英文，换成各国文字。孔子讲不讲民主，讲不讲自由，讲不讲人权，我孔子讲的比你们还深入还彻底。这个东西我们要想办法，你们缓清销给他们，让他的民主自由更深化。所以这些年来，我在我自己的小陋室里面，所以小陋室能看天下，画家就是很敏感到这个。我看着尤其30几年来的台湾，自由到一种幻刃无度。上个月我连续看了两三件杀父刺母，父母都可以杀，为了给父很孝顺给父母买保险，再设计父母就杀父母领保险。我们穿的非常体面，住的非常豪宅，开的非常进口名车，龌龊。中国自古来，我听据个长辈在说，
在汉唐以前忤逆不孝的孝子，他不是跟一般受到刑罚抓去被官府关起来入狱而已，他的要典型杀头了。杀头他特别是在五朝门，北京五朝门杀头，杀给天子看，我们国家有忤逆不孝的，我们一切都以法律来纠化，不孝用法律来规划，法律能什么？听说无有人也，死无宋乎？公子讲过嘛，法律是人定的，法官是由人的这个心证而改变的。百姓还是无奈，百姓因为什么无奈？百姓都是善良的，他是没有把他风景带好。像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对，一地头族一天到晚生命都活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地，带他的地头族就在他网路上，就受了网路霸凌而自杀了。自由啊，哦，现在政府还在大肆，我们要重视网军，网军的一点不可忽略，网军力量不可忽略，网军的品质你要可以忽略吗？这是我们要检讨的一件事情。你不是网络不是坏事，但是网络要用于正，你不能说一个大概的思想不正，哦，把它砍掉，他因为他脑袋把脑袋都砍掉，那不可能的，他也会有好的。所以谈到孝，孝的基础是仁，孔子讲仁，仁是人字旁两个两人。我说古人很有智慧，这人字造字，一长一短两人，乾坤阴阳。我所谈一切道理都是为人，你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人，教育为人，政治也是为人，所以人就是也是乾坤。所以中国结婚啊，现在结婚很难讲，现在我俩高兴就好了哈，结婚啊，我俩高兴就离婚啊，就是这样。从前结婚是父母要经过父母其实也不会太挑剔什么，要请拜天地拜高堂呼吸相伴，你觉得这是仪式吗？都有含义。我年轻的小朋友说结婚，哇好高兴哦，只要一拜天地就做秀回去，才最感到兴趣，送入洞房，搞不好两天又闹情绪了。所以这个就我们在文化太处理到这个人就是我经常说这个人是一阴一阳，男人女人。孔子所讲的道理也是男人女人，就是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结婚叫做成家，他们两个成家了，成家之后才能立业，从家庭开始。所以有人请我给他提一个字，他说他跟我不敢跟我要画，他要字，我说我字是无价的，画有价，字无价，我那聪明，他说我只要你一个字，我就写个家给他。从家里面，你结婚之后，他总会做人父母嘛。
我家以孝弟为身教，不是言教。现在也教孩子啊、哦，这个恶声恶语的恶掉了，我不赞成。你自己做到，你对父母怎么样，你对你子女就会对你这个。所以少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这夫妻相处之道，中国有的家之后才有五伦。夫妇五伦严格讲，从夫妇为首，第一伦，才有父子兄弟，从外再往外延伸，这个君臣朋友，孝。对父母这仔细的地是彼此相亲相爱、哦、只是现在说哎呀哎呀，发挥爱心啊，爱心爱什么爱的，你没有那种孝弟之心爱什么，各求所需也就爱了。孔子讲啊，博爱，这个我们这个两人，这个人是两个人为人，一阴一阳为的人，所以人与人之间要发挥他的内心德性，德是两个人执心呐、啊，我自己现在做了。二人之心呐、啊，心同慈心，慈心，心同之理。夫妻不同心，还有德字可谈嘛？人与人之间不同心，各求所好，还有什么德？啊，从德。所以孔子在诗经哎，在孝经里、他跟曾子说、哦、先皇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他不是以教天下，以顺天下。这个人德，一个人是天生俱来的，他不需要基因改造了。顺天下，顺了什么？人民不是，你顺人民的意思就叫做民主吗？不对呀，全民上下无怨，无怨。民主自由平，最关乎是在一个平等，无怨是平等。每次到了台北来，哇，高楼大厦或豪宅好多，又回过头看一些有些老朋友，还是挂牛族，这个就能怨吗？当然有怨，所以五伦在中国的五伦，在中国成就是一个社会，成个社会从夫妻开始，一个小团体小社会要延伸到这个五伦社会，是中国最完美的一个社会。所以几千年来我们文化一直源源不断，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不是在中国不是武力最强的，中国也亡国过好几次。哦，从五胡乱华，啊、哦，辽
金、宋元，中国都亡国过。但是很奇怪，中国亡国一次，版图越大一次。他们都接受了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版图越来越大。我们从此，我不是说你国家有困难，我去帮忙你，帮忙你，中国帮忙你，出兵，叫中央出兵来帮忙你，给你平定之后叫班师回朝，不占你的便宜，不占着你一块地一分一毫。班师回朝，人家感念他年年朝贡，不是那些知识分子胡说八道，知道吗？那朝贡，你朝贡我一万两黄金，我回你五万两、十万两，这是叫做明德归厚啊，要以相厚啊，人也是两个人，人加厚。厚德，所以，从家庭很重要，从人伦为基础，人伦就成为社会的动力。所以，这些年来，当然我是画家，用人眼看，看。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何去何从，怎么变化成这样子，好，这时我都把它用我话来传达，好，所以孔子教育，这个柏林兄他给我定的题目，孔门孝弟光，其实孝弟不是孔门孔子才有的，孔子以前就有孝，中国有史以来就有孝，所以这个孔子讲的就是他教育上最主要是孔子刚才讲讲至于道也具德也这个异于人有余，这是孔子教的这个我所以对我这个认同孔子的讲话，所以孔子最基本的教育有四科教育，就是说德行、言语、政治、文学，啊，这个做一个人，起码建立人格。我从家乡，从父母的家庭教育、庭训，一直到我私塾去读书，在乡下读过私塾，从私塾老师通过教育一直到台湾，或者亲近这些老前辈，异口同声说你要画画，基本要把人格建立起来，人品不高，画品不高，这是作品。人品不高，事业不高啊！他不但对人无益，还会害人。所以文人武品自古来人家的诟病。所以你见不见娘，我不用语言见娘，我用话来见娘。我们社会需要什么，我就用话来传达。所以一个最基本就是德性，德性就是做人的根本人格。所以我雪公老师讲得很好，先把人格站立起来，你先做个好人，一切事情好解决。你好人就可以做好事，理所当然的。坏事交给好人做也变好事。换句话说，你那坏人好事
教给他的坏事。所以人格很重要，品德很重要。孔子讲德性摆第一位，言语第二位。我们最能接触最能影响就是言语讲话，所以今天我讲早讲错话大家原谅，因为我是画家，原谅我不是这个专才。这个言语不是说出来，我经常在说嘛，感动流泪嘛，这个感冒流鼻涕嘛，是不是啊？好，那排泄换屁嘛，各有管道疏通啊。可是现代的人就不这样，连屁都往嘴里换出来。所以我们每一句话，不管你跟自己夫妻跟最好的朋友讲话，口不择择不择言不行的。我们今天风气从上坏到坏来讲，就从上面开始就教坏了。我觉得这是民主，这是自由，这野蛮嘛，这跟那是怎么野蛮的？还有我还比比看你行不行，不行我走了。野蛮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是人，不是畜生。畜生他也有他规矩哦。那讲的我讲很再低俗一点，猫狗到春天它才花钱呢，我们人随时随后都在春天鼓励花钱呢。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所以这个有德性才有言语，谨言慎行。才可以谈正事，才办事，好人才可以做好事。我们经常说，我现在是政治人物，对不起，政治这两个字怎么解释？正心治世，它不是个名相而已啊，正自己的心才能治理平定天下，那不是挂个口头而已，这个很关键。那文学无品不行。所以那时候我李老师雪峰老师鼓励我，你走传统路一直走下去。很寂寞，能够挨着寂寞走下去。孤独更好，那时候我也年轻，我想完了，惨，我的前途就这样了。然后老师又回过头跟你讲，道不孤必有邻呐，总有人会肯定你的。你把佛供在心里面，为孔子做些事，不要把，我经常在讲的一句话，我们出家人要按着出家人生活，在家人要做在家人生活，要做好这个角色。现在我看了很多在家人喜欢过出家生活，出家人又喜欢过在家人生活，这不是乱套吗？在家里还是敦伦敬奋，
这是我们印光祖师也一直在强调的。所以这方面哈，我们要还是以德行优先，自己有什么分寸，自己做什么德。那文学尤其文人武品，我的观念跟你论述不一样，就觉得我很有见地，那种人很糟糕了。所以这品德，敦伦，多本名伦，敦自己的本分，安是自己本分，明要明，明白自己的伦常伦，在这个社会就很安详。我希望不是中国这个社会安详，把中国这种观念能够传播给西洋人，世界大同。我经常跟着国内跟一些领导们在闲谈嘛，我说我们要做反倾销，只要把《礼记》里面孔子讲大同礼运篇，你好好研究一下，换成英文摆在联合国，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人权，不是你有困难我在帮忙你，我站到这里你坐站到你家里不走，我是帮忙你啊，这个现在就是搞这一套嘛。所以孔子开始很多，我过去学生也问孔子，他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学生无聊，我也能体谅他。我现在要流行朋克头，要流行什么头，这是我的自由嘛，不是那个问题的。这个就很简单，我最近在讲嘛，人要做人要懂得洁身自爱。我这个身子是父母给我的，不是我洁身自爱，从这开始，因为我父亲对我的祖父辈他也是如此。我祖父辈对他的祖先每年哦，今天大家穿背心慎重追远，也就是这样。这个没有什么，他们都在洁身自爱，为了我不要把毁了我自己，又毁了我的祖上。所以洁身自爱啊，安分守己啊，安分守己叫你不是不进步，我该做的事我绝对做，再困苦也要做。像佛教佛门里面菩萨那个精神，珍惜自己，我的身体骨肉血液是祖先留给我的，我不容他随便去基因改造了。所以这些年来，我和人与人之间，我经常跟孩子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关键在你要你自己感觉要考虑到人家的感受，不是我感觉就好。先有德才有能，现在讲能不讲德，只讲知识没有智慧。所以也因为这时间耗得很快，因为我这个叫我正经八百的再来讲述很困难，我这个扯了扯东扯西，我自己想一起回过来，这次黄先生找我来讲这个，一想一回首我，快点。
快八十岁了。当初昨天跟老和尚在一块圆饭的时候，当初你看我小老弟现在垂垂老矣，你的精神比我好，我身体比你差，你懂得养心，我懂得养身，才养得这么烂。三十几年来，老师在临终前所嘱咐了很多事情，不管我口头应允，我心里承诺，义不容辞，一生我不会改变的。刚才北京一个同学还问我，未改情长的这首诗，我记得当初我在奉祀关湖在上班的时候，老师拿个便条把这首诗录一录给我，太好了，我一会要把画一幅画，画个儿童拿着蜡烛，老师高兴无懈可击啊，真是的，他就把上面题字，这是我啃老师的墨宝是这样啃来的。他说你以后的你的话不随便给人提，只有我能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走过七十人生，我一生从年轻从少年是很不幸的，但是我比谁都幸运，我得到一个好老师，我失去父母，我得到老师，我父母生我这个身体滑虎，老师给我这光明的路，这是一个人要感念的。所以我在七十几好几的人生，我始终站在人眼观之，看过潮起潮落，看过随心随摆，回观看自己作品，六十年前跟现在所画的作品，从前多么欣欣向荣，以现在一直老态红秋。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在老师往生前嘱咐我做这件事情，我当画家的梦已经就消失了，改弦易辙啊，以义来弘道，众生或者更能受益。虽然我不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什么画家，但是在历史画家没有我这么专注的生命去做一件这件事。画不是顶好，可是心不能不好，所以我希望未来各位善知识能把这些话，或者我们把它换成各国文字，传给全世界，他们看图说故事很容易明白。现在在滑手机，一天在忙，你叫一篇几千言文章他看不下去，短短一幅画在手机内
你的在云端的一拍一出来，它里面几句话让你可以深思，让你深思各种语言。我们再把基因再找回来。我一生终于我自己真想说，我这一生能走到这么庄严的一条路子，是我不幸中的大幸。所以我的老师，第一个老师比雪红老师更早一年认识的人，杨老师，他70岁，他的书斋叫不自弃斋，自己不要自弃。我20岁，他说他给我生日礼物，让我终身可以受用。我说给我什么？他给我一个字，就叫意志。我就他了解我，他就看我你将来会走的这一条路，你当之无愧。本来这个名他自己要留着用的，他说我70几岁了，还能用几年给你用。我一生那时候最钦佩是诸葛亮，我诸葛亮不是他他的丰功伟业，我最钦佩就是在隆中三顾茅庐之前，他的淡泊一样，名字宁静致远，所以我书斋就用他这两个淡泊，名字淡宁，宁静的淡宁斋。这一生抱定要做个孤独的寂寞人，我不寂寞，事实说不寂寞。大家你看在座朋友很多吧，再不然回来书斋里头，我朋友更多，苏东坡、李白、孟浩然，这些都成我的朋友，而且亦师亦友，我有学习的机会，但是我偶尔批评他两句话，他也把一笑置之。人生的快乐啊，我守着，我经常在说，今天虽然我们这传统文化人家把丢了垃圾堆里面，我手做一个行业孤灯，荒寒的夜里，风雪的夜里，我只有一烛灯，一灯如豆的孤灯，我手做那灯，不要那个熄掉而已。星燎，之火可以燎原，孤灯可以光明时。守着这个，而且坚定不移，所画的作品也是对时代里头，人家说我不合时代，他们是闭着眼睛讲，我跟时代建言，时代的错误在哪里，在我作品这个在呈现出来。所以在座各位那个善知识，传统意识这个文化不是说说而已，从身边做起来。我跟你说，全世界有多少亿没关系，我们这1000多人大家能做到影响就够了。我也没有准备，我这个在这背柏林熊误会就误会了，说我是画家，我所以在这里画家打开哦，这个不伦不类讲的，耽误大家时间。我们最后还有10分钟，难得这么好的姻缘哈，很多国内同胞都从很远的地方，最远的到内蒙古，这个机会呢千载难逢，我们能够有幸遇到在一代的这个国宝的名师呢，我们一定要跟师父呢跟老师请法，所以请老师呢给我们开示，短短10分钟呢开示一下
你这个啊极乐妙果图那三幅画，还有因果图鉴，还有孔子七十二选的这个图，老师也把这个孝经画出来了啊，简单跟我们讲这啊三个历史记作，跟我们讲这个因缘，请老师慈悲开示。谈了这个题目，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十七岁正式跟老师，跟小公老师亲近，小公老师，我其实十六岁我就接近过他一次。那我那时候小孩子看走眼了，小公老师个子小小的，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哈。看了之后，吕老师，我画画的吕老师就要我跪下磕头，我还犹豫，知道吗？吕老师一手把我扶起来，死不得，死不得，不让我磕头。当天呢，我回到后来看了老师之后，回了家里，让我有同学的父亲是河南籍的。他是国民党党国元老。那时候他问我，你今天去哪里啊？我说去看一位吕老师带我去看一位老先生。他谁呀？我是李某某。那老先生很肃然起敬，圣人也。春老师是圣人。圣人就长得这样子啊，童言无忌，知道吗？他老先生说起码是贤人，机会不可失。那时候其实我跟他老人家见面，吕佛亭老师问，那时候也是这位我同学爸爸介绍了，跟他学画。我那种生活很苦，连买纸笔钱都没有。我今天我就黄先生很阔的给我，又给我纸，又给我笔，又给我砚台。那时候要想很非常向往的事情，他我吕老师就带到我们李老师那里，小公老师。看看有没有他的道场里面有没有需要一个工友。结果我带了几幅画去，他看了之后跟我，他不让我磕头。第二天我知道他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结果那天第二天，因为我们陈盼林先生说他是圣人，那第二天我更好奇去看看圣人怎么样子，他详细看。结果他约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到他宿舍。那时候我骑着单车从西区骑到东区，那怎么没有手表啊？骑了走几步，看看他店面里面也挂了时钟，几点？八点半，一直在那徘徊，排到九点，好，到老师的宿舍敲门。老师在里面是一直吧，就叫我，我是老师，他亲自出来开门。哇，他说约你九点，你这九点准时一分。都不差。他一句第一句话，年轻人，守时的人必然守份。一个人讲话不当话，我约你几点你就几点到，要到多少，你就是心里傲慢，瞧不起人，不当回事，这是不应该的，对了不尊敬。而且请跟我进来，
我带了几幅画给他看。哦，我说，今天专程来跟老师三跪九叩磕头。老师，好好好。哦，这老师蛮骄傲的，一点就不一点客气都没过，就坐下来，让我三跪九叩。好，起来，今天你正式是我弟子，我今天可以讲重话。还教我怎么样的从绘画里面，他就谈艺术，谈文艺，谈诗词，哇，让我一看好大，不得了，正是我所需要的。从那开始，我觉得那时候忽然一想，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一入宝山第一手抓过去就是钻石，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认识的老师。后来这个志向老师就是画画，最基本就是人格问题，从做人开始，从你文学开始，品德开始。你不要听人家现在说他纯文学，他们现在年轻他纯文学运动，不要紧，你还是按部就水到渠成啊！你要创作到某个时候，你自然会有变心的。哪有今天蚕宝宝刚刚孵出来给它三叶，明天就要它的吐丝结茧，不可能的。它需要水到渠成，很多事情啊，我们需要这么做。这是我。把我这个经验回向给各位，对不对？还有什么？我们感谢姜老师的分享。